是啊，很多人说，然后呢，下面那一句话我不能讲哈，我讲下，然后呢，我们就请薛焕炎老师来做专题演讲，政治大学派出所，薛焕炎老师。好，感谢啊，党啊啊，三位这个在座的学者加教授哈啊，今仔日呢，我要甲各位报告德国的经验哈，讲德国的马虎，德国是不是会当来做台湾的一个模式啦哈 ？OK， 即个家呢，我已经退休了哈，啊，这个卖讲哈，时间非常宝贵的哈，啊，我简单来报告今仔日啊，要说明的重点啊，第一就是讲转型正义到底是啥物事，啊，德国的模式，佮到底是啥物事？第三，转型正义佮基本法，啊，我感觉基本法的模式应该会当来啊，你考虑。来回顾啊，很多啊，第一场内底啊，俊宏教授哈，伊所回应啊，观众的问题啦吼，就是讲，啊，即摆是毋是会当甲中华民国转型做台湾民主共和国？第按今仔日的第二场咧，要继续这个机会啦吼，啊，这个题目嘛是我今仔日报告的重点哦，就是讲。人民的责任观到底啊，为中华民国1949年啊，较早伫迄个二八事件的时代，啊到啊1949年以后，一直拢挂着中华民国一个国号、国家的名号、国家的名称，即摆是毋是应该来做一个转型？我感觉这个议题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啦，吼！啊，嘛应该是各党各位来做进一步思考。啊，今日呢，我要做一个学术上、学理上的探讨，让各位呢会使了解讲，今日是安怎啊？要把咱那个转型做台湾共和国这个啊议题啦，吼！第一是，就是讲其他法制的规范。当然呢，其他法制的规范，伫德国的经验内底，或者是德国的这个马道内底，有非常多的啊法律的规范。但是按今日的时间非常短，无办法的，一一来做一个说明。哦，啊，但是呢，我感觉啊，德国应该是一个法治国完结的一个正好的。马道正好的模式吼，按今日呢，就讲第二位由啊李研究员呢来报告啊这个韩国的经验啊，第一位由啊徐教授呢来报告啊捷克的经验啊，第三位呢就是我啊来报告啊德国的经验。当然，我今日的报告呢，并不是原来啊这个安排的。啊，这个啊，名官之一啦吼，啊，我是啊，自告奋勇啊，我讲，啊，你讲到韩国的经验，讲到啊，捷克的经验，啊，奈无去探讨到德国的经验，我感觉非常可惜啦吼，啊，我就自告奋勇啊，写一条 email 啊，去予这个啊，大教会啦吼，讲，啊，是不是当来做一个对家报告啦吼，啊，伊一直到三工前，就是讲拜三。他打电话跟我讲，那个，你派那边来报告啊，啊，你的paper 咧，我讲，我今日才知影，啊，老公三工前搞临时啊通知讲，啊，要叫我来报告，哦，当然咧，这是一个接触啊联络啊，有一点啊突出的吼，不过就是讲，今日咧，我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会当徛伫这台车咧，来向各位咧，把我的理念。来做报告，虽然我已经退休啊，但是我啊非常关心台湾的未来，要怎让台湾呢啊，会当啊转型
较紧的、较正确的，卖行掉去。哦，当然我伫啊，这个内容内底有讲了一句话，讲如果专程正义，那是一个刚看到树啊，啊无看到规个树呐，无看到规个啊森林，我感觉讲这款的专程正义的，啊，做一半，我感觉非常可惜啦吼。我感觉今仔日台湾这只，同摆重要的是啥？同摆重要就是应该爱讲。一个中华民国一个法制，要安怎思考来转型进入台湾的法制？哦，这点就是我要报告的重点啦吼。啊，第五呢，就是讲啊，对法治国原则，对台湾的啊，这个啊，开始哦，讲哎，法治国原则到底台湾是不是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台湾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我感觉到今天也很可惜啦，非常可惜啦吼。比如讲，台湾今天正式对外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甲二十几个国家，二十二个、二十三个。啊，你讲台湾讲伫外口讲，哎、欸，我是叫做中华民国，包括即卖的啊马政府，伊一直。要我去中国，一直讲这个司法管辖权，讲哎、欸，中国甲台湾有一个共同的司法管辖权。其实呢，根据现主席台湾的法制的规范吼，就是讲有两个很重要的法律，一个叫做宪法，一个叫做宪法。啊，宪法、宪法，应该是我的专长啦吼。我过去伫啊，这个中正大学所教是。刑事法是这个环境刑法，是这个啊刑事法的。啊，不过就讲刑法甲宪法拢挂着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啊，其他法律吼拢无挂着这个中华民国啦吼。啊，根据过去国民党的讲法，就讲中华民国领土包括啥物？包括啊，伊所讲的讲。固有家义啊，啥物是固有家义啊？啊，这怎样解释啊？啊，根据国民党个解释，就讲固有家义，伊个意思包括啥？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主席所徛起啊，伊这个地图叫做啥？老母鸡啊吼。啊，另外佫包括讲民国共和国，伊这个叫做啥？叫做汉基地啊。所以我过去去上课的时候，我就笑讲：“哎、欸、，ROC 等于啥？等于 PRC 加上 ROA。就是讲中华民国的领土包括啥？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甲加上民国共和国的领土，确实变到一个秋海。啊，这个讲法讲，哎、欸，到底伫台湾有几个人相信这个讲法？”相信的人请举手，你看，无人举手啊！证明老师讲的是对的。当然呢，啊，咱今日呢，啊，要来啊，继续呢来思考啊。我今日啊所讲的就讲，中德伊的这个转型正义呢，伊是完全根据啊当时的西德的结果来去实现。啊，第二款啊，非常多的人力财富啊，甲。啊，这个法律的资源之下，转型正义，以及啊，会当透过啊非常大的力量，伫背后呢来做一个啊背书啊，而且呢有一个清醒的性质来中心啊来制造社会原力结构的行为啦吼。到今日呢，德国伊嘛是一个欧洲联盟经济的。啊，大条啦吼！啊，转型正义伊个背后呢是一个啊真真正正的实难啦吼。当然呢，啊，这个啊这句话呢啊是我为啊这个网络上呢啊来下来吼啊会当互咱做一个思考，就讲思考啊，这个转型正义伊点样来会当成功？我感觉。德国的经验，会当予各位来做一个思考啦吼。
当然，德国的为1949年啊，进前是一个纳粹的时期啦，吼，为1933到1945年，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一个纳粹的时代啦，吼。啊，当然，这个纳粹时代是一个独裁，是一个纳粹。大屠杀，纳粹大屠杀，伊所产生的这个历史的悲剧，今仔日呢这个1990年会使统一德国，会使统一成功，应该是有真侪因素来造成的吼。不过我是认为讲，德国今仔日会当伫1990年呢统一成功。在他的法制规范里面，尤其是当时的基本法的规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点呢，咱等一下会去继续讲到。然后就是讲，咱今仔日伫台湾的政治环境里面，这个蓝色的阵营，甲绿色的阵营，要来实行转型正义的条件，老实讲，绿色的阵营呢？那选无办法能够做到，即就是讲为何呢？即转型正义伫台湾呢无适用的理由，就是讲虽然呢选举胜利，但是伫台湾即个也安怎？外交上的即个弱势，今仔日台湾有偌济世界的国家来支持台湾？顶几日啊吼，基本上。一个咱有这个独派的人哦，感觉哇，非常感动的一件代志，就是Costco 好事多啦，好事多伫咧网络上讲，先入台湾是一个国家啦，哇，这个 Costco 哦，伫台湾这个生意咧愈做愈大啦，伫内湖去开幕的这个Costco， 哇，这个人车涌塞啊，顶顶啦吼，感觉哇。台湾呢，慢慢一旦出头天啊，但是非常悲哀的是安那，外交上无法度嘛，你外交要哪来，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形啦。外交的局势是不变，如果若无强势的军事经济是咱这点呢是。无办法能够改变的吼，当然咧，这是一个比较比较悲观的观察啦吼。按继续的来看，也佫有其他来做一个思考的所在。按来为德国的模式来做一个思考。转型正义这个 transitional justice， 伊的意思是啥？通常咧，伊是代表国家对过去政府。无正义的行为，伊所采取的各种补偿甲检讨的做法啦，吼，来追究当时呢加害者的责任，并且呢来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甲伤害。即转型正义伊的目的是啥？要来追究历史真相以外，爱过来预防政府未来对人员的侵害、侵犯以及呢。历史的重演，这是一个转型正义的目的啦，吼。在做法上，爱要哪做，必须爱以体制内的方式来做一个实现，并且爱符合着国际法律，或者是讲国内法伊所公认的法律原则，譬如讲法律的原则，这是我坚持的。就是讲一个国家，如果若无法律的原则，变作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包括啥？包括正当法律的定数的原则，包括啥？包括比例原则，包括啥？包括平等原则。吼，即个了就是讲，德国是不是来做一个这个model， 是不是来做一个法治国原则以及个标杆的问题啦？吼，好，再来，看我讲转型正义甲基本法。德国的模式，
伫即、這个啊纳粹时期啊，即、這个啊集中营啊，我记得了有一个图啊，我 Arbeit macht frei， 就讲诶，工作会当使你自由啊，啊，即、這个话为啊即、這个啊正常的啊民主社会来，就讲嗯啊你人。欢喜工作，你家己去工作啊！你感觉讲你有自由，就是我家己的感受啊。是欢喜我感觉讲，我伫这个大日头之下，我去田内底啊，来压水，来啊施肥，来啊做啊除草、除草的工作，我感觉非常快乐啊！我感觉非常自由啊！我会当自由自在啊！但是各位爱知影，就讲伫这个啊拉起。在这个纳粹的时代，集中营内底，彼得，伊即句话意思就讲：，啊，你伫集中营内底，你就是听命令啊，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啊，你袂使有其他的想法啊，你拢爱去遵守啊，这个集中营的长官的命令。啊，这个就是讲啊，工作使你自由，这个力量的。以参政独裁、参政集权、参政大屠杀的结果，包括犹太民族，包括有真济啊，这个啊侵犯人权的事件的发生啊。吼、哦，啊，当然呢，以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啊，德国分裂做两部分，西德由美国。英国、法国来占领，当地由当时的苏联来占领。啊，迄阵呢，伫迄个西德，伊制定基本法。基本法是啥物？基本法就是相当宪法的规范，相当宪法的规范。伫伊个基本法内底，前言都来确定讲，国家的领土包括西德国邦。伊个方面非常清楚，写着讲，包括巴登布登等，包括啊希弗莱布，包括慕尼黑，包括啊汉堡等等，啊，这就是1990年啊来确定啊这个领土的范围的哈。第二，来讲1990年以后，德国原本冇人提议讲，哎、欸，啊，即嘛，俺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并不是分裂的国家啊。当地已经啊，并以外势力啊，啊，应该爱来制定正常的宪法啦。啊，先来奈无制定宪法，仍然维持基本法。伊的理念就是啦，哎、欸，德国的宪法，德国的基本法，会头壳顶要好啥，要够。European Union， 也个澳洲联盟，所以呢，伊伫统一以后仍然维持基本法。啊，伫这个基本法的前言，嘛再度搁甲当地各邦的邦名，搁写伫这个宪法，写伫这个基本法内底。啊，你现在讲是讲苏克谈话啊，安迪今日在讲就讲，哎、欸。啊，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伊规定讲，啊，中华民国领土包括啊，这个固有疆域啊，啊，按宪法内底吼规定讲，伊、啊、迄、那个固有疆域的范围吼，如果若无经过国民大会的决议，袂使来改变更啊吼。啊，今仔国民大会伫底啊？国民大会已经 close 掉啊，啊，即嘛是伫法院来啊，迄、那个啊。继承啊，这个国民大会的一贯啦吼。啊，不过就是讲，哎、欸，啊，伫这个固有疆域啊，加迄个中华民国宪法，包括讲，哎、欸，国际法、国际法，啊，唔是国际法啊，国际法内底规范讲，只要你出生的时，恁的老爸、恁的老母是中国人，拢会使自然摕到中华民国的国籍啦吼。这是过去的讲法啦吼，啊，即个我那个。做一个浓缩，就是讲，哎、欸，你家己迄个自由地区，家会使来取得台湾个国籍啦。不过，就已经过啊，这个啊时期
啊，啊来做一个思考。啊，伫即个领土的规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叫啥？叫做国民主权的法律。啥叫国民主权的法律啊？比如国家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第一个中华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啊，伫即款规范之下，讲诶，到底即款国民主权的法律啊，人民是毋是有一个界限权？人民的界限权受到非常大的侵害啦。比如讲，今仔日啊，到今仔日，台湾的人民有使用过界限权无？完全无，完全无啦。啊，即、這个包括讲啊，老蒋的时代啊，伊讲。我们一地要把这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一字不改地带到中国大陆去实现。临时条款的小小补补啦，有人讲临时条款是啥？是一个违章的建筑嘛，违章建筑嘛。你宪法应该是一个通关的国家的法律的规范啊，啊，你伫宪法之上，还佫有一个临时条款，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啦，吼。好，按较紧来讲，就讲啊，这个啊，纳粹时期的专权建立吼，剥削。哦，这个德国的总理啊，梅克老讲就讲，德国人对啊纳粹的罪行呢，具有啊这个永啊久的责任啦哈。除了针对受害者个人的补偿，德国的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拢投入啊非常大的预算，希望会当透过啊这个正式的教育，或者是啊这个啊日常的文化教育，和人民呢会当。来记录一款历史的教训，来避免啊悲剧的重演。啊，第二个就是讲，哎，纳粹在德国呢是一个啊，他无是一个未使讲的话，但是呢，这并不是未使讲的啊，这个他无啊，历史未使变作一个啊灰烬哈，啊嘛未使哦，互人随便的来加以啊一个践踏啊，甲来做一个解说。啊，德国人呢一直来啊，透过啊这个啊还原真相，甲厘清呢啊当年的这个罪行，啊吼历史甲德国的社会做一个交代，这是一个啊德国的专权正义啊所做的啊这个啊努力啊。当然，这个不法的裁判啊，变作来做一个啊彼得古的马吼，这是一个啊非常严肃的议题啦吼。按今日的时间的关系呢。要来做一个真相的调查，要来做一个责任的追究，要来做一个损害赔偿，啊，来做一个体制改革，啊，这四个程序呢，都是会使啊，互各位呢来做进一步的思考，啊，另外就是讲这个不法东散的问题，哦，当然这个议题呢，啊，非常大，啊，啊，明仔载啊，这个啊，有这个议题的探讨了，哈，按这个也得来跳过来过，哈，最后来做一个结论，就是讲。法律公权力对台湾一个啊，这个 case 啊，就是讲国家定位的问题，到底台湾的未来是台湾还是中国？领土的问题要来做一个啊解脱啊，法律公权力要来做一个落实啊，人民的这一关要来做一个专业的建议啦哈啊啊，这个啊，这句话啊，头先讲过就该跳过哈。宪政的改革是目前的台湾应该爱来进行。包括总统当选人小英讲啊，这个宪政改革不是同个重要，我来看看不同款吼，就是讲啊，法律公权力对台湾的专权正义应该爱符合着德国的马道，德国的模式哈。依法事件以及咧不法东山的专权正义嘛，应该符合着法律公权力啊。我时间已经超过，好，感谢各位。李教授的演讲到这结束，啊，我想讲，望讲你这个真干脆讲转型正义吼，
这个物件你已经输赢了，我补充，和这个大家会，哦，后下会当看到大家安样，吼、哦。即摆咧，刷落咧，咱要请一个，李先生来甲咱做遗产人，啊，这个刷落我，这个我就卖了，吼、哦，我这个卖就讲。